慈济志工手捧心灯朝舞台前进，稳重而踏实的脚步，永不懈怠的传承精神。慈济德州分会举办祈福会，高龄80岁的志工义无反顾承担。50岁嫁师傅，啊30岁哈，会当过来这捧灯喊打，大家师姐师兄大家做伙，啊，感觉就欢喜充满的。资深志工在祈福会负责承担各功能组的工作，一如一年多前德州受哈维飓风重创，资深志工整理物资、打包规划，也是外出志工的后盾。现场的来宾，请您跟这次越南裔实业家百忙抽空成就妙音演绎。1992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了，可是那段时间我很忙，真是很忙。然后这几年来我们就抽空，就尽量抽空。慈济活动让他们找到归属感，有怨有力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美国报道。